前面有一只，这是装置艺术的船。这是两倍大小的装置艺术的船。船轨，还有船轨，这是两倍大小的。把它缩小，这是圆大小的。圆大小的一条船，这好像是帆船，古时候那种帆船。还有船轨挂那个帆，古时候的那个帆船。不晓什么时候那个安置上去，好久没有来，不晓什么时候安置上去。以前没有这一条帆船，这是1:1的大小。1:1大小。前面那边红色的那个招牌，那个是台南鱼市场。台南海市是。好像是台南海市。那个职业学校。现在应该算海事中学吧。以前叫那个台南水产，省立的时候那是台南水产职业学校，现在好像台南海事。帆船把它缩小才看得到全貌。是圆大小，OK，到这边。